做的鸡翅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这谁做的这么好吃啊？妈妈做的。这谁做的这么好吃啊？妈妈做的。谁做的这么好吃？听不见。妈妈做的。妈妈做的。收拾完了啊，咱们玩一个四个人的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嗯，快走进。嗯，快。这是四个人的游戏啊，带上我呀。有游戏吗？带我。有。是玩什么？抓坏人。抓坏人啊？嗯。我就是坏人呗。不对，甜甜你喜欢当坏人。只有我。我喜欢当坏人。啊！我喜欢当坏人。啊，那你当。啊，那怎么玩？你想想。来了啊！谁来的？坏人来了，我告诉你们啊。不好，好多人感冒，我给你们俩准备了小口罩啊，要出门戴上，别传染了。妈妈，你也小心，别感冒了。你怎么那么乖呢？你放心吧，妈妈会小心的。再说，妈妈不是还有蜂胶这个秘密武器的吗？它就像盾牌一样保护妈妈，要不然对付你们两个，我早就趴下了。走吧，换衣服出发了，小弟弟。我跟你俩说，今天我特别的累，非常非常的累。你们两个有一些工作由你们两个来完成，可以吗？你们两个来完成，可以吗？什么工作？洗碗、洗衣服、擦地。洗碗、洗衣服，那你得教我呀。你不会吗？你干嘛去？你把地擦了吧，你好吗？怎么擦？我就给你拿墩布。尼莫，你看看你的衣服。哥哥。那这样，我们一会儿出去买菜吧。买菜回来之后，我们做一个凉拌黄瓜，好不好？就一样菜呀。凉拌西红柿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但是因为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觉得特别的累，所以一会儿去菜市场由你和弟弟去买东西好吗？可以，你就说要买什么。OK， 我把菜单写给你好吗？我不认字儿。啊，对哈，你全部认识吗？你不是已经认了好多字了？这托马斯能不能加上来？哇啊！掉了，给我一个，我来，我要把你那个给补回来。拥有你打败你的力量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安吉还是你最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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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！从哪出来呀？你是夹娃娃高手呀，我发现。哇塞！哥绝对是夹娃娃高手。这你帮我加个旗帜好不好？来，加旗帜。跳舞吧，你们。妈妈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要有什么颜色？哎呦喂！蓝色的行吗？行。怎么回事？你又降下来了，你太厉害了，天哪！